我们是要理性的回答问题，不需要，不要把负面情绪带给观众。这就是我做的实况。我就直接取叫阿汪吧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先去打工。哎、欸，干！我会直接拿到能力耶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我、哦、干，所以他是慢慢养起来的，会继承哦。干，那也太简单了吧，这游戏 ，easy。我直接唱歌给大家听。就算是输了全世界，也想再听你说一遍。拿钱来，爱到不行。钱来，钱来，唱歌得到的抖内比较多哎。有没有？有没有发现？肯定的。其他台的实况主唱自己以前的歌，观众人数增加，这就是现在要红起来方法吗？到底要唱多久？谢谢消费，开开心心。唱歌台钱比较多。直接开始给我打工起来，直接直播、哦。好了，疯狂联动了，嘿嘿，嘿嘿，不追踪不是人，赚烂赚烂，拿钱来。联动完互整时，一直被别的 V 攻击。游戏中拿斧头冲过去。转一下，转一下，哇，蓝色的没料。私信可是你一样，你一样可以装。我去工作了。我昨天只有抽到一个，是人数会观看人数会变高的。有啊，这个也是啊。直播直播，谈话吧，谈话才是我的专长啊。聊色，聊色是胆小啦。剪辑师狗看该剪精华喽。嗯，为什么人数这么少？对啊，为什么人数那么少？大家不喜欢聊色吗？开始上去了，心情低落，想要聊关于 V 幕后的一些心情杂谈。二吧，我们是要理性的回答问题，不需要，不要把负面情绪带给观众。这就是我做的。实况有没有？有有有，肯定哦。全部来就直播了吧？不可能，每天都要打工。不可能有一天不打工的吧？嗯，可是我到后面其实都没在打工哎、欸。干嘛？就赚得回来了。对，就是你一定要让大家就是记得你。啊、想办法把人数起来比较好。哦、有抖内了，心情不太好，大家注意一点哦。有吗？你人数有起来吗？那个起来了，完全起来。有吗？这里直播直接来个联动，全力。好好好，很好。一条狗。开始直播、嗯，太狠了，太狠了！人数给我飙起来，来跟主播告白，没错，飙起来有比较好一点点，是吗？有一个 V 好像不太敢说话，我决定选一。你是不是很害羞啊？耍白痴，自己不想表演自己，回家种田吧。害羞就回家种田，垃圾。等一下就是你去种田，我说真的。当 V 还害羞啊？回家种田比较快，垃圾。成长起来了，阿汪。没错，我们再直播一次，再一个大联动，前来直播 ，Let's go！ 哟，抖内来了。为什么你的观众都很客气啊？人数大飙升600、哦欸，人数会变。自己是杀手，看到和自己感情好的 V 在附近，狼人杀吗？我选三，不杀他就会帮我说话。你应该选四吧？没有，我要选三，我要让他帮我说话，这样才是真正对的事情。肯定哦。哦，很多人看呢、欸。对啊，你今天很多人看呢、欸。我跟你讲，那你
你等一下，你隔天你看你要不要一个人直播看看，看会不会变多，可能聊天台之类的。我先扭一次啦。好。嗯。先扭。我先自己跟大家聊个天，我真的很棒，我尽力了。哦，抖内好多哦。有盘子啦，想知道欢迎抖内到这个账户，谢喽。哎、欸，700多人呢、欸，那是肯定。你要红嘞、欸，我说真的。我早就知道我会红哦。那你要不要剪辑一下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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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等人数破千，先继续直播，联动五个人吸光他们的粉丝。吸血鬼，开吸喽！开吸喽！把你们人数哥拿来，好棒！我没有恶意啦，好难看的台，我破千人啦！哦，你破千人嘞！鼻梁就过来一下、啊欸，我已经成为千人大台了、這個這個。对啊，这个该剪辑了吧？在直播，在联动，全力以赴，吸干你们的粉丝，吸，开吸喽！啊，我倒台。对，为什么你今天人数这么低啊？感觉标题很重要哎、欸。标题很重要吗？我吸吸吸吸吸，就变前面这样。你现在目前950订阅了，不会哦，不会，他不会回家种田哦。先谈话一下，看看我到底发生什么事。ET 克星，嗯，是我，出发，好棒，好棒，主播台就是好看，人数直直飙升。为什么？你们都是怎么看待我这些粉丝的？愿意陪我聊天的对象，因为我现在不缺钱了。哦，你已经1000订嘞 ，easy， 破千嘞，好猛哦！直接，我有很多事没做。好好好，哎、欸，你可以抽那个扭蛋哎，还是你要存到十抽？我要存到十抽。好好好，我要继续直播。唱歌唱起来，没有跟你们唱过歌。要爱爱要爱开唱，请点歌好了，认真听。请点歌，嗯，好好好，认真听，认真听。你唱歌好像有点惨哎，为什么？哦，因为唱歌抖内比较多，282。对啊，刚刚不小心睡着。我是神吧？商业行为是干嘛的？你点点看，这商业行为我不知道。还是先联动吧，一二三。好，先联。你不是说标题很重要吗？对啊，一二三是我很常用的标题，我试一下。我本人会用的标题。你看那个人数、欸。其实人数也不错哎、欸。玩找凶手游戏。真的不是我、啊，先哭哭就会有人数，先哭。喂，看到没有？真的哎、欸，为什么？玩一下游戏好了，玩对打个游戏吧。玩游戏的人数没有很多。对啊，你哦，有可能是因为你本来就没有经营游戏台。没有，其实还行呢、啊，其实还起来起来起来，后面有起来、欸，为什么啊？可能因为我一开始在玩新世界，后来在打炉石吧。玩竞技游戏，积分一直掉，心情越来越差，笑死，放 game。所以他选择的那个东西会影响到人数。我决定再直播一次游戏，今天不玩新世界了，开始直播。哦，一开始人数就很不错哎、欸，老哥，哎、欸、掉下来了。游戏主角断了两根手指，游戏主角断了两根手指不能弹钢琴。我给这游戏两分神助。直播聊个天吧。最后一天了，
对，最后一天跟大家聊个天。请订阅我，拜托。嗯？为什么？有抖内的。聊天一直被贴政治标签，爽啊，刺啊，是吗？爽啊，刺啊！有，真的有收入，而且我真的也有收入，谢谢洛斯特送的10个订阅。哇！看着户头变多钱，不禁觉得自己有种变红的感觉。下个月还要考虑停止，好好好。当直播主的心情，其他人会被流量绑架，是真的。像我这样子还去玩自己喜欢游戏的时光组已经不多了。